你看我们家这辣子选的是四川重庆的，它的名字叫朝天红。这个辣子它辣，又明亮。咱炸去啊！好，看特别油亮油亮的啊！对，就把它直接倒在油里。哦，先凉油。哦，凉油。凉油炸。对，这主要是炒，炒制它，不停的翻炒。哦，人家我一看他们是都热油放，热油肉往那面里浇是吧？对，他那个是面儿，咱那是辣子，辣子儿。那不一样。这个香是吧？对，这才真正叫炸辣子。那是浇辣子，那是油泼辣子。对，这就是不停的翻炒，得炒40多分钟了得。那么长时间？这个炒时间越长，它越香。这个炸辣子。跟别人还真不一样，对，就是凉油往里倒，然后不停的翻炒，让它微火，小火，这火还不能大，不能大，大了就该糊了，就是拿中间那个芯儿，加咕的它咕的，辣子里头呀放点碱。放点碱呢，它增辣，你知道吗？咱真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吧？哎，这是小秘密。哎呦，这可是绝活啊！别人一般不告诉我。咱辣子呀，要是想让它香，点点酒。点点白酒。哎呦，这是好嘛？对，这个法儿。一般的人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一般人咱不告诉他。这个味儿出来了，味儿出来了吧？特别窜吧？哎，窜，有点辣鼻子了。也香，还挺香，香味儿。对，也不是特别顶的那种味道。不是特顶。哎，对，香而辣。哎，对，辣而香。其实北方人啊，吃辣子也不是特别厉害，不是太辣的，对，太辣那个咱北方人吃不了，吃不了，对，其实呢就是增香增辣一点，对，就提提味儿，对，没错，好了，就这意思了，好嘞，哎，盛那里了啊，对，看油亮亮的多好，亮亮的，那大部分要两个鸡蛋啊，要两个鸡蛋的多啊，要三个鸡蛋是偶尔。哎，三个鸡蛋是不是也不好摊啊？三个鸡蛋还凑合，四个鸡蛋就不好摊了，不好熟了啊。对，弄点新辣子炸的啊，尝尝，那辣子那味儿啊特别香，那不是很辣，果边啊这个特别脆，好吃。